万南通万南食汤头已经千家计行，找到各种美食推荐给大家。不离过啊，有一款美食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咱们高雄市新义新光夜，让人更加重视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地文斗阵出发，非的美食就伫咱的身边。社会美食的任务继续进行当中，顶礼拜咱探望了用古法来做的导游，甲上岸的趣味美食汉族风格，阿良阁亲身体验了制作的无简单，甲非遗传承人的坚持。咱身边的非遗美食唔干好食尔，带着今仔日的非遗美食，阁是带着咱身边真香气。讲到蚵仔干梅，最为闽南人无人唔知影，第一厉害的就是会晓如何利用海鲜的甜做菜。做汤、做饭，还要做糜，要加一碗蚵仔干糜，做啊袂错，阁有法通食出蚵的清甜。今仔日的第一站，就是这个厦门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蚵仔干糜。观众朋友，在阿良面前呢，有两大碗的糜，这糜啊，跟咱到家的糜是完全无相像，无简单的糜，因为呢，这糜是厦门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厦门二桃蚵干糜手工技艺作品，啊，另外边头呢是一项技艺传承人，吼，咱的周福斌，福斌你好。你好，阿良你好。哇，这是恁家的这个作品呐，吼。是。恁家的糜跟别人有什么款无相吗？这个问题嘛，你食看卖，你就会知。哦，就新家到发音馆。讲到糜，是咱国饮食文化的精华之一。糜文化也甲煮糜相款，经过几千年文化的兴流，技巧甲人文的内涵拢愈来愈成熟。虽然普通百姓人也经常煮糜，不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糜，其中的奥妙，咱得慢慢来品尝。咱先讲一项哦，这是什么糜啊？这是荷花糜。蚵瓜糜，但是我看里面掺那是蚵瓜，是以蚵瓜加皮蛋加车吧。这是咱第传统的节目。金香哦，而且多客客有多好，每一天每一天客啊，每一天暗有多好，啊，每一天清甜哦。是。阮这个甲这个咱这个普通的这籽这无无相像的所在，是因为。阮这糜，伊个汤头是用大骨加这老母鸡落去炖汤的。这个汤底听起来就真厉害。咱平常时大伫厝内煮糜，就是清水尔，用大骨甲老鸡母汤落去煮糜，较鸡味素特别好。细工火慢慢熬出特别好料的高汤，咸汁拄好，口感骨嗲，佫袂像港式的糜安尼，糜粒拢糊糊，一粒一粒是看甲清清楚楚。这款好料，真正让人会流连。咱到食这糜，无遐尼讲究啦。是。讲安尼，落去倒去落去煮，袂贵。啊，咱这糜呢，伊就用宫廷这传统的做法来做。这是较早，阮上家的一个祖先，伊是嘉靖皇帝因老母安尼。哇，安尼真久。是的，明朝的时阵，几多百年了。看似是皇家的庇护，算起这历史，阁是相当的悠久。不过，我人伫说厦门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真无简单。这个嘉靖皇帝一直流传到这阵，所以算第几代啊？等到你讲，我阵是算第八代。作为一款非遗项目，传承真正是真重要。不过，民以食为天，住伫厦门遍地开花的蚵仔干糜。唔是正好，是一个真好的传承吗？你较早
即系像红姜内面，咱是古早人，我感觉咱米烧粉敢有即个鸡精咧，对。所以讲伊来做即个汤啊，包括咱种大骨吼，这个大骨伊是大选对个腿骨来做诶，吼，也对落去一年外头再用诶。然后咱即个大骨呢，佫是袂来错字诶，传统诶，咱袂错字诶，哦，袂做即错在两边诶，你错在两边，伊内面骨髓都走出来，啊，规个汤落呢又高高又高高，伊是迄。慢慢来控，慢慢控，迄由迄骨髓慢慢对骨旁内面走出来。制作机的关键在伫细节的把控，经过遐侪年的时间，照样造就这一鼎甜蜜蜜的汤头。除了汤头的技艺以外，煮米方法也是真讲究，为着让米粒特粒分明，在伫煮的过程当中，要不断去拌，可以均匀受热。等佮煮到半熟以后，好起来拍打，伫最后煮米时再去重新加入去。伊只芋干用的是阮芋头的特产六溪珍珠芋。伊的特点就是细米。自古以来，芋头还有这一代水产真丰富。伊出产多白肉厚的六溪珍珠芋来外出名。伊出产的芋仔干无大粒，不过味素是真甜，芋仔干也是真出名。边食到这皮蛋恰巴芋干味哦，相当的赞。是是，阿边头个进化是无相的吗？无，我聊较侪哦，聊较侪。咱阵诶生活水平有提高啦嘛，所以讲咱即个有诶人爱食即传统诶味，但是一部分人伊爱食较好料诶。所以咱就顺应即顾客需求，咱用即个大连诶即海鲜。哇，我看到鲍鱼，啊鱼翅，鲍鱼翅，啊，搁是花椒。哇，安尼来煮即碗无？很滑。想讲食米是大下下的代志，啊，因这么豪华，贵一到山顶海边的一碗米，一捧就倒，大你拢袂调啊！这唔那是食米，是食内面真侪菜是。你食这米的时候，感觉伊的味素落无即个安尼遐重哦。因为咱。如是这火料食材，如食伊个真材实料，如食是伊个甜味。是因为伊这食材其实伊有味素伫内面啊，伊个汤食嘛真好嘛。头先咱旁边有介绍，这汤也是真正讲，所以淋伫这个包伫内面的，所以食起来哦是爽口。是。现在讲是山顶海味全部伊食。所以今晚没了。如果讲简单满足以前的真侪朋友讲食糜嘛，食较素的、较清淡的，青青的鲍鱼、海参、鱼翅、甲花甲，满满各款高级的食材，各款的青汁拢摄到糜内面去，一吹你的目眉就晒落落来，食材大滴骨汤的汤底脑子当中变甲真好料，口底底食得真光开。啊，我看你够乌啦，是。咱这芋是用咱台湾的当地一特产，叫做槟榔芋。哦，槟榔芋。你这芋头呢，伊头顶有一只红菌。红菌愈多，伊食起愈松。愈多，伊就愈松。咱食的口感就愈绵愈好食。是安尼的。芋一定要煮啊烂糊糊，绵，浸在夹夹的米内面，一日吹到化去。芋干糜，好，因参遐尼遐尼做的食材啊，当然是好食。但是我第一感兴趣的就是这芋干糜这汤头到底是怎做出来，所以我本来请福斌哦，用带我去感受一下恁这个汤头是怎做的。好，好势，咱看咱到底来看，我出来教我做嘛。好，我跟你做。因为哇，太好了。哈哈，阿良，这内面是有秘方哦。煮的时阵，拢得记记落来。咱学晓，阿麦带伫咱兜，阿我能煮一碗好料去煮饱的芋干糜。好，我准开始来做这个芋头芋干糜的这汤啊！啊，咱的旁边来教我怎做。我先把这个排骨，这是排骨，排骨，下这个鱼内面哦，滚水内面，一汤料。你慢慢水，慢慢落去。哇，这还几多啊？100多。沸水该烫好哩，这是第一步，所以该好起来。来，啊，你在下包这下内面去煮哦。来，控大骨汤。哇！我惊伊喷起来。慢慢。啊，个龟在黑了吗？对，龟也不了。龟在黑了。龟在黑了。哇！
这汤头要是真材实料，规车会过落去哦。呀！飞落去。来来，控来控个三点钟，控三点钟啊！是是是。龟卵地大腿骨甲龟只龟，卡过汤头只尔甜，阿舅真材实料，早放流传几百年，到即阵，阁予大家只尔喜爱。三点钟了，连只龟只落，只落好起来。为着防止大骨甲龟肉煮啊伤久，煞变做泡，予汤头变结，即个时阵就赶紧好起来，而且大骨这是煮啊拄拄好，甲肉下下的，就是好料的下骨肉啦。哦，油拢倒落去。哇，蚵油哦，拢倒落去啊！鹅肝配合蚵油的甜，肉香佮加上海产用啊做一下，跳！这粉真关键哦。是是是，因为有加有这淀粉，那么增加咱这肉这口感，还这肉食较骨嗲，较好食安尼。这路就是秘密的配方，和别人甲咱讲，主要以含猪粉为主。会用更加黏，啊，更加好料，啊，够有吗？就是百年的秘方啦。最后一步啦，啊，慢慢的。嗯，还行。这份二头鹅肝梅的汤已经完成了，哇，非常的香啊！但是咧做的过程当中哦，其实是需要真大耐心，因为这个汤头是几落点钟的时间了，你看伊滚未？啊，看伊变色未？佮掺真侪真侪即真材实料，真正着用心来做。所以恢复一文化遗产的一款精神，就是着传承。那希望就像咱咱的福建这款传承人呐，把这代志继续传承落去。青个一丁，明个骨嗲的鹅啊，看袂参与活动都有机会免费品尝。提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卡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平台下卡有一个上个坑的栏目，然后把即阵播出的闽南通话面去来发送好运，都有机会得到闽南通大碟二头鹅啊，看袂特别订制闽南食透头非为特产一份，马上行动起来。对真材实料的大厨到明代秘方，各有每一步的坚持。这份对美食的爱，造化人不断地把这款非遗美食展现予咱，予咱品味到遐尼悠久的文化。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闽南人制作海产发挥到一个极端。除了甜佮骨嗲的蚵仔干贝，色泽金黄、味素真甜、口感清芳的贡流鱼，也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最近啊，我咧看厦门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名录，看到其中一个项目叫做贡鱿鱼手工技艺，我相当的感兴趣。所以呢，今天阿龙邀请到这项目的一个代表性的传承人罗宪，罗宪。哦，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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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啊，所以你是咧这贡鱿鱼手工技艺的这个。北归大研究团系列，贡鱿鱼这传到我这边已经算是第五代了。第五代，这贡鱼，就是贡献贡献那个贡吗？对，贡献的贡，在闽南话的贡就是敲的意思，贡糖、贡丸、贡鱿鱼，哦，都是敲的意思。是的，哎，贡鱿鱼的贡贡贡啊嘞，哦，所以其实这有点音译过来的艺术哈，贡鱿鱼秋干鸡鸡。贡鱿鱼是厦门地区一款出名的小吃，真有地方风味。贡鱿鱼手工技艺带在厦门民间流传历史是真久的。今仔日咱这个布置也是非常的特别吼，这桌顶头前一个招牌，这招牌顶面一就清朝开始的嘛，光绪，有无？丙午年春，就是从清朝开始这个招牌嘛。对，这个是老招牌。这个福龙意，所以这个是您的招牌，对，啊，是您的，应该是对这个项目的这美好的无疑的来源。看起来是真平常的食物，通过一代又一代坚持，才让这个招牌传承百年。大理当年的码头加菜市啊之间，受到大家欢迎。行大理行啊行顺，定会有地方伴着贡鱿鱼的旁边，远远的传来。其实贡鱿鱼，最近啊，捌食个真侪鲈鱼干嘛对啊？有想熟悉，但是伊怎来个呢？你今日有
其他你做的这新品啊，伫家都定，是不是是有应变的过程？这新鲜的新鱿鱼，这种鱿鱼呢，就是现在跟菜市场的，我们现在卖的就是有我们这本厦门是本港鱿鱼，它个头比较小，鲜嫩，肉比较厚，这样做起鱿鱼来它就比较甜。鱿鱼的选用也是真有讲究的，一定得用较嫩的，袂定的有淡薄湿的。加隔壁色的鱿鱼，鱿鱼的新鲜的程度也真影响着最后的成品。甲鱿鱼烘干烤制，不过这个时阵鱿鱼真嫩，无法人剥袂消化。刷落来就是讲鱿鱼的讲，用叉腿啊带伫刀点顶面反复卡，慢慢会松去，最后做成薄薄的一片一片。经过时代变化，也开始了有了制鸭的机器。啊，这鱿鱼干吼，你看，你怎愈发愈做愈长愈大只？你就是要继续供，就是用箭头菇吗？用箭头吗？用这个工具，它可以要把它先给它搞平一点，像碾面然后就，它这样，原来是这么大一块，可以做成这么大。供鱿鱼的过程需要细心和耐心，当鱿鱼的纤维慢慢啊被拍松拍散，鱿鱼的口感就愈来愈好啊。做到像纸一样薄，哇！啊，你时间咪真长吗？你供这时间？这个因为老厦门其实一种很生活很惬意的一个地方。那当时家家户户其实都在做这种供鱿鱼，做供鱿鱼它是生活很休闲，像泡功夫茶一样的，泡着功夫茶，供着这个鱿鱼，的生活是很惬意的。所以这样其实款蛮新花的，这款风险，而且他才是来卡来供供鱿鱼，供鱿鱼，啊不让我供，让你供，让你供，应该就是角度吧，是不是？闻安尼闻安尼直接供。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它敲细嫩，把它开，因为家家户户做目标就是想要做这个吃的。这样是来讲的吗？是呀，是呀，你。哇哦，吓你大，吓你等，比如那头家等。哦呦，这个差距也真大个呀！想当年用这个工具供鱿鱼的人，应该真大个啊。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这个作用像的吗？跟咱头骨这两个是像作用吗？作用都差不多。目标就是要把这个鱿鱼的这个纤维把它打散开，这是比较好玩，也比较有趣。那像这种工具呢，它可以相对来说可以揉一揉，把它更可以压得更整齐一点。作为大家拢手工制作的年代，家家户户拢发挥自己的创意。那现在我们去进校园的时候，教我们学校这些小朋友啊，就用这样的更精致的。这个真正较古锥的，也是来讲这工具啦，吼。啊，也是安尼讲吗？安尼讲。小朋友安尼讲较适合啦，伊太大，提袂动。它应该是像边上敲，才能把它拉大。你卡的时阵哦。头前有一个鱿鱼干嘛，啊，有只味素呛起来，我片也真香。阿良啊，忙哪讲哪老暖啦。敲完了以后，就觉得差不多的时候，就把它扯成丝。坚持一遍一遍落去烤，一摆搁一摆落去讲，凝聚的是一款正心甲诚意，一代传一代。正是这款坚持，哦，讲鱿鱼手工技艺店的2010年红列做厦门恢复一份号遗产。哇，所以你看这组的过程是非常有趣味的啊，但是最后吃到嘴也是非常好吃的啊，所以我知道我原来这个供鱿鱼手工技艺或变成是厦门市的这个恢复文化遗产项目，原来是有一定道理哦，就是有文化个好吃。既然阿良头拄啊，和我先亲自落去教，咱就找一个小朋友，甲一个工作人员，以及阿良拼看卖，相共的鱿鱼较好料，啊，正好验收一个阿良学习的成果。咱来 PK 吼，这小朋友，我看到这小朋友是，我用这
会真真大吗？假使我换一另外一个工具，可以吼，没问题吼。阿良，唔通想用大腿啊，就让赢小朋友。完成这轮的这个 PK， 我感觉这应该真是一款万幸快乐红心哦。边头一杯茶茶喝，哪啉茶？啊，到底上赢了？咱来邀请咱贡献。现在我们这个小同学的这个这个作品，你看他的观感哇，色香味形俱全哇，那这一局呢，应该是我们的小同学胜出。哎呦，哦，爬山来了，来。过来一点，小朋友，你看，不是讲寡大力盖赢，不能那么急功近利啊，对啊，那就是讲我们是享受这个生活，享受这个共有，有终结都提怪嘛，唔能辜负我选头多的亲自指导哦。这个、世界顶第一无公平的比赛要开始啊！这是用的伊用的工具，这是我用的工具，但是结果无一定是赢哦。阿龙耳聪明啊，你的这个腿啊太帅了、啊！来邀请咱的五贤来做这个评委。比赛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求它完整，完整的又好看又好吃啊，好吃又好看。那像这样的是还是比较达到这个标准、啊。到底上赢、啊？算你。啊，算我赢。阿公哈你明勇啊。在每讲的过程当中，慢慢体会到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快乐。啊，只有快乐加好料，我能让这款的技艺传承落来。好食啊！这流气味真滋味啊！你头讲的效果真好。插一杯啤酒啊，有啤酒来，坐了慢慢来吐，我就感觉更加好哦。观众朋友，想要吃这贡流气味，无问题，拿出你手机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好，我们上课看的栏目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有机会就到共流鱼啦。用博大精深来形容中国的美食无过分，而且真多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美食当中承载民族的记忆甲生活方式，对于国法的坚持甲对传统的传承，最普通人的咱，非物并未生分，品尝身边的非物美食，做一定感受来自传统文化的力量。下礼拜节目，咱非物美食之路，阁会继续去找啊美食当中的文化传承。坐落来，马上进入大林厨房来学煮一道家常菜。大家好，我叫杨文海，今仔日为大家带来美食叫荷香糯米粿。首先，咱将糯米洗个清气，用水泡两点钟以上，泡了先将糯米放个鼎内面炊起来，炊个时阵会记得先加盐佮油，炊二十分钟。咱阁落来来处理鸡腿，先将鸡腿切碎块。加淡薄五香粉、糖、盐、番薯粉、豆油、蚵油，将拄仔食事先泡好的香菇、辣肠、姜料煮切碎，落大火落去炒，炒出香味以后，倒出来放喺边头备用。搁落去咱蚵油，将鲜好的鸡腿放落去炒。炒出香味以后，将拄仔食炒过的材料做阵起落去炒，然后加水焖十分钟左右，等水收干，咱材料啊制作就完成了。接下来，咱将米铺在事先泡好的荷叶顶头，然后将啊馅入去包起来，搁准备一点水，将糯米粿馅伫个鼎顶头炊。七十五分钟，这道菜就完成了。糯米粿是广东的一个点心，味素真香，佮加上即阵是寒人到啊，寒人食糯米佮粿拢是真补的。做糯米粿的时阵，要注意两点：切糯米的时阵，水袂用得伤多，就是大概两三公分就会用啊。切的时阵呢，要用大火，内面包的物件。姜料煮啊，虾米啊，辣肠啊，遮拢就是用大火炒一下。
安尼规两道菜呢，会更加香。